才能有个孩子吧？你看那小孩蹦蹦跳跳多可爱呀、啊！别人把我当孩子养吧，我也能蹦蹦跳跳的。不行，这玩意太大了。不是你真是想一出是一出，什么心思都有呢。你知道为什么现在年轻人的生育欲望越来越低了吗？为什么？60后不断的在催生，70后已经不能再生，80后面临着生完了又生，像我们90后现在才刚刚能自力更生，那00后现在还是个学生呢，现在带孩子太难了，左手作业辅导，右手赡养四老，车贷房贷不少，钱还非常难搞。比如说现在有的家庭作业都变成家长作业了，那你不辅导作业那是母慈子孝，一辅导作业鸡飞狗跳，你别说生育欲望了，我现在连生存欲望都越来越低。就凭咱俩现在的条件，你知道唯一能为孩子做的一件事是什么吗？是什么？那就是不让他出生，不让他养我吧。哎呦我的妈！